样子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深山里面去。如果到那个深山里面去，明明前面都很有礼貌，但是突然之间左边来一个大汉拿出一根棒子，右边也来一根大汉拿出一根棒子，我左右两根棒子，然后我就只好说出像这样的话：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台湾的网红郭美雪，我想向您介绍一下云南美丽的景色。老实讲，不仅是交了钱，这里面的政策我的待遇。我们今天坚定的是所有境外力量在你们之内，他们反映的不是我们立场，反映的是第一，反映的正是我们价值，他们进行对方是我们第一的人民人家，这个交代你们你不知道哪一家是你的，哪一家是你们说的，哪一家是你说的，对不对？站在这个台上要跟大家讲些什么？好，我们刚刚很多这个，
所有。